好美的一个餐厅啊，这就是黑海，同志们，我已经到了。但是啊，这边我感觉弄得没有那个黄金海岸好。黄金海岸知道吗？就是那个希腊的那个黄金海岸，那儿比这漂亮多了。这儿都在装修啊，透过这个板还可以清楚的看到这是装修呢。这边确实也有一些小商小贩、小姑娘在看我。嘿嘿，小姑娘，路她就不好意思了。但是，它这个海滩这一块啊，弄了两层隔离栏啊，你看，这墙隔上了，这就很不好。这个水确实不漂亮，确实是黑的。因为你要是去这个，像什么米克诺斯岛啊、圣托里尼岛啊这些地方。你看那个海水，那真是蓝呐、啊，蓝透了，巨蓝无比。这面就黑，黑的话呢，就是没有下去游泳的欲望。